怎么又是你？就是你的希望最大，前三，前三位可能，这第一你拿不拿？全是劲儿。再给机会，东西拿屋里，再给史老师一个机会，鼓励。好，好极了啊！四个队分别展示了一下啊，这个我宣布，在本轮比赛中，四个队全军覆没。游戏是一个接着一个，现在舞台上是我和一个道具在一起。什么叫一个道具？哦，一堆道具在一起。低头看一看，这叫闷葫芦，也叫空竹，它有单头的，有两头的，还有的这个升华了。你看，拿锅盖呀、水壶盖，这都能玩。雅金师哥玩过这个吗？玩过，玩的一般不是很好。这个十个人里边有九个人弄不响，啊，弄好了的不容易。嗯。那宅爷呢？没问题，是吧？玩过这个。你瞧瞧，哎，还记着了，记着了，这么些年，那会儿哭着喊着非闹，我给他买了一个。哪儿啊？我瞧见了吗？你瞧见什么了？你我们俩一人来一个的，行，来，咱这会儿不算比赛，先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正主，您来，来来来行，来，请摘果香老师，刘亚新老师。翟先生呢已经出音了，直咳嗽这人。这两位被称为杂技团的。